请掀开经本第二十面，第二十面，从第六句看起啊，第六句看起，花灯艳艳。度成神，从这一句看起，这是第五尊从名号里面都显示出智慧光明，与菩萨的六度万恨。那么这是保安护法主成神他们所护持的，花灯表外面的境界，六尘境界，艳眼呢是表智慧的六根，根尘相即，无不充满智慧，如同经中所讲啊，如来全身欢笑啊，这个意思相同啊。何以全身能够欢笑？一般这个笑容欢喜表现在面孔里面，我们不知道啊，全身每一个细胞啊都充满了欢悦，全身欢笑，这个地方是一真庄严啊，花灯艳艳的表一真庄严，真正是尽善尽美。第六位艳窗明现主成神，窗在此地当然是法窗，法窗高树啊，光明遍照啊，这个就是有艳的意思啊，艳表光明啊，这个放出来的意思啊，明现明是明了啊，现起。即使世间愚昧的众生，他都能够清楚地了解。这个地方有正法的法场，实在说呢，法哪有邪正？邪正在人心啊，人心正，一切法无不是正法。人心邪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也不是正法。邪正之分呢，是在一念之间啊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才真正体会到佛给我们讲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法门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。
广到什么程度？事出世间无有一法不含摄在其中，不一定是佛所说的。如果说这个法是佛菩萨所说的，这狭义的，正是大经里面所说的，圆人说法，无法不圆。那个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了。我们怎么晓得他说法说的那么圆满呢？华严经上就看到了吧。你看华严经上所说的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乃至于祖师大德，他能够将每一法都回归到自信，都跟自信密切相连，融汇成一体，那怎么不圆呢？为什么他能够回归，我们不能回归呢？这个道理也不难懂啊。他能回归，是他没有成见啊，就回归了。我们没有办法回归，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一切法不能圆融啊！他立妄想分别执着，没有一法不圆融，没有一法不是自信啊！要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。从一真法界到阿鼻地狱都是唯心所现，都是唯识所变，所以任何一法回归到心识就圆融了吧。哪有一法不圆呢？回归到心识就没有障碍了。华严经上讲的是无碍法界，无碍就是大涅槃，诸佛所证的大涅槃境界就是四无碍的境界，所以一业法圆融称心，没有一样不是明显的展示在我们眼前。那么这些护法的诸成神，他们是护这个法。我们自己修学，修学包括我们的生活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生活是修行，工作是修行，乃至于一切应酬也是修行。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给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相接触之处，无处不是修行。所以维摩居士说，无处不是道场啊，无时不是道场啊。道场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你修行正道的处所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行修行六度万恨的处所，你行道的处所。这个道有修道、行道、正道，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？
如果你不懂得修道、行道、正道，哪个地方是道场呢？没有一处是道场。会的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啊；不会的，那真是踏破铁鞋也无觅处啊，你找不到啊。第七尊，圣佛光明主成圣，圣是莫圣，圣大，这是讲的大福德。大福德一定是由真实智慧做基础，没有智慧的纵然修福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必定是三界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，不是大佛了。这个圣佛是大佛，真实的福报，世间人往往见不到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观念当中想象的那个福报，跟真实的福报不一样，差距很大。诸位如果细读《了凡四训》，你就知道。你看袁了凡，他观察一些读书人，他观察的很仔细，看到这个人今年一定能够考取功名。这些人都有福相啊！他看到这些人的福相啊，他就能够判断，这个人今年去应试一定会考中，而且他的判断非常准确。我们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看到很多，真正的佛像啊，这个人稳重啊，远离恶法，一心向善，能忍让，能戒禁，真正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啊，这是大福德相。了凡先生说，这些事情《华严经》上佛也说，大福德相是什么？打你不还手啊，骂你不还口啊，不仅如是，心平气和，没有一丝毫怨恨的意念，这个人是大福德相。他能感动诸佛护念，能感动一切善神尊敬，善神尊敬他，哪有不保佑他的道理呢？那么诸位要知道，稍稍受一点不如意的事情，心里面就怨恨，怨天尤人，
几天都不能平息，给诸位说，这个人纵然是大富大贵，也是薄福之相，没福。他那个大富大贵呀，是前世修来的，很快就消完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相不是一个有福德的相。特别是容易发怒轻易造业，这是没福之相。那么这些世出世间的典籍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，希望我们稍稍留意就能明了啊。自己要认真修学，自己有福，菩提道上就没有障碍；自己没有福报，菩提道上障碍重重。我在初学的时候，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导我，我们自己没有福报，一切要求佛菩萨。他一再嘱咐我，不要求人了。以后我深深体会到这个意思。求人非常困难，人家帮助你，你得看人家以脸色办事，与道心完全相违背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所以他老人家教我，一生都要靠佛菩萨，一切顺利尽缘，我们一生的遭遇有顺境有逆境，我们一生所遇到的人有善人有恶人。他老人家讲，这些事全都是诸佛菩萨给你安排的，既然是佛菩萨安排的，一切都要顺受啊。善人善境界，当然容易顺受啊。恶人逆境界不好受啊。如何能在善恶境界里面呢？你能够学到平等受，你的功夫就得力了。你就能在一切境界里面呢，常生欢喜心啊。这个常生欢喜心就是法喜充满，你的福德显现了。如何能平等受呢？善恶都不计较。知道顺境善缘性空啊，缘起性空啊，逆境恶缘呢，还是缘起性空。决定不可以把它放在心上，决定不可以在境界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那就更错了。这样我们才明了
这个修行人要把自己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要把它修掉啊。到哪里去修呢？到哪里去磨练呢？就是一切境缘当中。然后你不但遇到恶缘恶人，你不生气了，反而感激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这个境界现前，怎么知道自己到什么境界，自己的功夫到什么程度？不知道啊。这个境界一现前，自己就清楚了。我有没有达到这个水平？我在这个境界里面有没有定力？有没有智慧？我应付这些境界如不如法？这个如法与戒学相应啊。一切都如法与戒定慧相应，与佛陀教诲相应，与信德相应，他怎么不欢喜呢？叫法喜充满嘛。纵然没有见到啊，距离见到位应当不远啊。小乘的见到位须陀洹果，大乘的见到位圆初住菩萨，逐步逐步接近了。所以修行人最重要的是要把凡夫之见淘汰掉。以往我们都是凡夫之见啊，顺自己意思生欢喜心，不顺自己意思就生嗔恚生烦恼啊。诸位要晓得，这是凡夫之见，这是轮回心，我们要渐渐把凡夫之见轮回心远离啊，逐渐靠近佛知佛见啊，要靠近自信相应，这就对了。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啊，方向目标纯正，这个在过去跟诸位说过啊。我们不怕距离远了，只要方向目标对准了，就能一步一步接近，最后必定达到这个目标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尽宗也不例外。所以一定要着重修福，决定不能把这个疏忽了。确实有许多修行人重视修慧，疏忽了修福。固然也好，但是不圆满。这个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说啊，说修慧不修福啊，罗汉脱空钵，罗汉天天出去脱钵，没有人供养。你看，他因为他修慧，他证到阿罗汉果；因为没有修福，
没人供养。这没有人供养很苦的事情，自己苦啊，那倒是无所谓，没有办法了，弘法利生。弘法利生要福报啊，你要有真正有人供养清净庄严的道场啊，这才能接引广大的众生啊。那个没有福怎么行？可是你要是专修福不修慧呀，那更糟糕啊！所以是修福不修慧呀，大相挂因乐啊！他不修慧，所以他来生呢堕落到畜生道啊，变成大相，因为他有福报。这个大相是皇帝所养的。哦，那照顾得很周到，伺候得真到，出去的时候满身都挂着璎珞金银珠宝啊，他出生了、佛称二足尊啊，这个二就是福慧，福慧两样都圆满，足就是圆满啊，所以佛法决定不是劝你别修福啊，实在讲是叫你福慧双修啊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你在生活方面，在修持方面呢，才能够免除一切障碍。第八尊，清净光明主成神，这个德号里面的意思非常鲜明。清净一定要心清净，心清净之后你的身就清净，身心清净呢，这个环境，你所居住的环境就清净。清净就放光明。这是我们学佛人，特别是修净土的同学，要特别注意到，佛告诉我们，入道的门径啊，这个入道就是明心见性啊，方法很多很多，无量无边的，说之不尽啊。可是到最终极的时候啊，到最接近心性，这一总归拿了三个门啊，觉正净这个三门，三门当中任何一门进去，都是得大圆满啊！觉真经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啊！无论从哪一个门进去，都得大圆满。所以，我们修学对于不同的宗派、不同的法门，一定要尊敬，一定要赞叹。如同诸佛菩萨在五十三参里面所实现的，这是教我们学习。没有进去，
也就是说你没有见性的时候，确实有三门。见了性之后，三门就融合成一门。实在讲，连一门这个意念都没有了。啊，才是真正究竟圆满啊。我们在因地，这因地没入门啊。清净心，诸位想想，他觉不觉悟？当然觉嘛。清净心，他知见正不正？当然正。可见的这个一门呢，在因地上已经含摄三门了，果地上当然是圆融无碍啊。清净心在哪里修？在生活里面修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修。怎么修法呢？修不着相就清净，一着就被污染了，就不清净了，一着就迷了。诸位要晓得，不着就没有障碍无碍啊，一着障碍重重。没有不造业的，造业都是为着相啊。诸佛菩萨示现在六道里面，跟六道众生和光同尘，跟六道众生过同样的生活，做同样的工作，六道众生染污造业受报，他们在这个里面清净不造业，不但恶业不造，善业也不造。他们在六道里面自受用，与一真法界无二无别。这就是经上常讲的不思议境界。可见的外面这个境界，说到境界，包括自己的身体，无疑不是随心所现的，随时所变，随着你的时在变啊。所以清净心呢，自然就变现清净的境界。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重要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佛常讲的发菩提心啊，行菩萨道，那就跟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没有两样了。这一生当中，确确实实可以圆成佛道，华严上说的就没错了。第九尊相继庄严诸尘身，
此地说的相，确实是有相气。我们一般人都知道，每一个人这个身体都有一个气味，佛法里面的香就是这个气味。你鼻根所对的，不但一切有情众生这个身上气味不一样啊，无情的众生也有气味。我们平常天天不能离开的水果青菜都有它的气味啊。不但这些植物有气味啊，再跟诸位说，矿物也有气味。如果你这个鼻根非常灵敏的话，这个嗅觉特别灵敏，矿物都有味道。这个气味啊，各个不同。那什么原因？实在讲，性德里面的气味宝香啊，那一种气味，一切众生接触到，身心舒畅啊，不但感觉到舒畅啊，能够消除一切业障，能消业，能治病啊！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好像啊，原本就是一种宝相，非常可惜，随着我们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把它变质了。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我们现在身体这个气味了。本来这个身体放出来的宝香啊，跟西方极乐世界没两样。现在为什么这个身体这个气味，别说三天不洗澡了，一天不洗澡，哎呀，就很难闻了。别说别人难闻，自己闻到都不舒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气味叫业障气味呀。业障消除了，这个气味就变得很香，就变成宝香了。吉在此地是形容高贵的意思，这个香啊非常高贵呀，世出世间所有的宝香呢都不能跟它相比呀。香气本身就是庄严，这我们都很熟悉。西方极乐世界香光庄严，无论是衣宝是珍宝，都是居住香光庄严。那么这种香气完全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我们是迷失自信太久了，把自信的德相变质了。佛教导我们要恢复啊，用什么方法恢复呢？初学，佛教给我们用戒、定、慧，解脱之见。佛说这五种
叫无分法身相。大小乘法里面都要知道修学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要改变我们体质的嗅觉，在佛法有很妙的方法。世间人现在很糟糕啊，他想改变他的容貌啊，怎么就改变呢？去美容啊。我听说有不少还有学佛的同学啊，带来的副作用麻烦大了，脸上青一块白一块，那变成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如何要改变身体这个体秀呢？用香水来化妆，这个还好一点。假如这个香水里面化学成分不适合你的体质，可能带来的皮肤病啊，也很麻烦的。佛法了，什么都不需要用，从清净心，心清净了，你的容貌就改变了，你的相貌就清净了。心慈悲，相貌就慈悲了，心美好啊，相貌就美好啊。相随心转，体质也随心转，身体上这个味道也从心转。心是主宰啊，主宰这个身体的形象啊。你不从根本上去下功夫，舍本逐末，用外援来帮助，没有不出毛病的。这个道理与事实我们都要晓得，才能避免一切过失，避免一切伤害，恢复到自己清净庄严。最后这一位妙宝光明主持神，这个意思，这个德号的表法前面都说的很多，诸位都能够想象得到了。经里面称的宝都是讲的性德，微妙之际，如果落实在四相上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三宝，用无量寿经的经体来说呢，那就非常具体，也很容易了解。无量寿经经体里面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是戒学，是僧道；平等是定学，是法宝；觉是佛宝，是慧学。所以经题上就明显显示出三学三宝。微妙之际，真是智慧。那么综合诸成神他们
护持的这个德相德用啊，也离不开心修二门吧，也离不开三学六度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细细去观察去体会他们在生活当中啊，在他工作里面都能够与性德与三学三会六度相应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再看底下的总结，如是等二位上首，有福世界为尘俗，这一句跟前面的完全相同，意思也一样。主尘神这一类的护法，数量也是三千大千世界。三千大千世界为尘俗，前面跟诸位报告，它并不是数字，代表大圆满啊，代表究竟圆满。幕后这个德里面，我们要特别留意，介于无量不思议界，这一句是讲的时间之长。每一个团体里面，这些神咒，过去的修因都不可思议，可见的修行不是短时间，不是一时。过去无量劫，既然晓得过去有无量劫，那未来，未来也是无量劫。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，要觉悟啊！我们一定要掌握住过去无量劫中所修集的善根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善根？你能到这个讲堂来听经，你一生当中只来听一次，来听两个小时啊。你能够到念佛堂念一两个小时的佛，就证明你过去善根无比的深厚。你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善根，你就不可能遇到这个机会，你也不可能到这个地方来坐两个小时啊。你看外面街上人多少啊？附近这个邻居多少人呢？他为什么不来啊？住在隔壁他都不来，没有善根福德因缘吗？因缘是有，他没有善根福德，这里有因缘，他不能来。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就明了了，欢喜听经，欢喜念佛，你无量界的善根福德因缘在今天成熟啊。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我们今天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通通具足，这是肯定
自己过去是有善根，累积深厚的善根。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，把因缘掌握到。讲经的道场是因缘，念佛堂共修是因缘，不可以错过这个因缘啊。这一生寿命很短，无论过什么样方式的生活都不必计较，也不必执着，要看得开，要放得下，为来生着想啊！因为来生也是无量劫啊，往后无量劫的日子怎么过啊？你要能够想到这一层，你真有智慧了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十条路，我们走的不是十字路口啊，十字路口四条路啊，我们今天摆在面前十条路啊。佛道、菩萨道、声闻道、缘觉道、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啊、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，十条大道在面前呢，我们怎么选择，就在现在决断，就在这一念之间呢。所以我们想到未来无量劫，如果要想得大自在，佛跟菩萨这个两道是大自在，声闻缘觉这两道虽自在不大了，那不是大自在，那得小自在，那么再给诸位说，六道以下叫不自在。升到天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，虽然能够得短暂的自在，他们的寿命比我们长，长得太多了，可是要比起未来无量劫，那他那个寿命就算不算长了，相当短促啊。即使无色界天飞翔飞飞向天，寿命在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跟无量劫比，那怎么个比法呢？不成比例。想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十条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，这是机会，这是因缘，很不容易遇得到的，任凭自己选择。我们在座的同修都聪明，都有高度的智慧，你们都选择弥陀净土的法门，
这个法门正确，这一生当中必定圆满成就。啊，弥陀法门真正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阿鼻地狱众生，都能够平等成佛，平等往生不容易啊！所以选择这个法门呢，高度智慧啊！严禁如来所居宫殿啊，他们是主成神，他们的任务护持道场啊。前面有道场神，道场神是道场的内护，主成神是道场的外护。主成神幕后这一句，严禁如来所居宫殿，严是庄严，净是清净，这个里面含义就很深了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提示我们，要用自己的德行庄严佛的宫殿。这个里面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，佛宫殿是主成神所守护的，他所护持的。佛在哪里？此经跟其他一般大乘经不一样，本经所说的诸佛包括了三世诸佛如来，这三世过去世、现在世还有未来世，着重在未来世啊。未来诸佛你能够护持，那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全都护到了，你的功德才圆满啊。如果你只护过去诸佛宫殿，现在诸佛宫殿，把未来诸佛漏掉了，你的功德充其量也不过是三分之二，还缺了三分之一，怎么能圆满呢？所以从本经的教义来观察，自始至终啊，都涵盖了三世啊，所以它才是大圆满。未来诸佛就是现在的一切众生，如今所说情与无情同源种之，这个意思深广无限的。情是一切有情众生，还要加上无情。无情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讲的植物矿物，
我教诸位啊，是把一切人啊，将一切人都看作阿弥陀佛的化身。真正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有些人很赞叹的，哎，法师你很了不起了，我跟华严经一比呀，他在天上我在地下了。我这个设法界里才一法界，人法界其实九个漏掉了。在一正庄严里面，我着重正报、依报没有在里面呢。你看华严教义多圆满，他讲一切有情，就是设法界正报全包括了。他讲无情，这设法界里面所有的依报啊，都包括在其中，全是佛示现的之物啊。我们对一切人，那是真佛；对一切物，也是真佛。换一句话说，除自己一个人是凡夫之外，所有一切人事物都是真佛变现所化的。这个人生活在如来境界之中啊，恒受如来气氛，恒受如来护念，他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？这个确确实实是凡夫一生作佛无比殊胜的法门啊。真正是大乘法里面的圆顿到极处的法门。古人赞叹为大不可思议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契入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那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念佛堂念阿弥陀佛，待业往生啊，只有这条路，除这条路之外没第二条路好走了啊！有本事境界马上转过来，就超凡入圣，转不过来呀，老实念佛。两条路啊，都是决定成就。我们知道，这些神众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实现的，并不是真的神众啊。所以是真佛不是假佛啊。神是真佛，人也是真佛，畜生也是真佛。坐一板凳都是真佛，无有一法不是真佛。诸位细细去想这个理，细心去观察这些事，一下觉悟过来了，
豁然大悟，你就入境界了。啊，清凉第二个意思告诉我们，主办善根，护容摄果。这个教学的场合，佛是主席主讲啊，所有的听众护持道场的这些神众，通通属于伴。佛的善根跟我们自己的善根也互摄互融，我们跟佛的善根集合成一体，这个就是严禁如来供电的意思。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供电讲堂念佛堂，这个里面的气氛，这个里面的磁场，有诸佛如来，有一切大众，也有我们自己，在这里是融合成一片的。自然得佛力加持了，自然就受佛光主照啊。所以道场殊胜，我们前面跟诸位介绍过，讲堂目的是信解，念佛堂的目标行证啊。如果说念佛堂气氛不如讲堂，你这个念佛堂就失败了。念佛堂决定要超过讲堂，讲堂是帮助你断一生心，帮助你发愿，帮助你明白，念佛堂是真干了，收到真实的效果在念佛堂，不在讲堂。讲堂听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如果不肯真干，照样造罪业。古德所谓的摄食速报，自己得不到真实利益了。所以诸位同修，如果要想得到真实的利益，讲堂听了之后到念佛堂去落实，你就得真实利益了。你要不到念佛堂去真正真修，你所听的经教啊，只是听一点皮毛而已啊。经典里面真正的意思你还是不懂。不但不懂，往往还把意思解错了。看到经上讲的，我的意思觉得如何，都落到我的意思去了，不是佛的意思，是你的意思了。你的意思是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怎么不造罪业呢？我的意思，我的看法造了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我的六道，我的地狱，到那里去了。
那还能跑得了吗？清凉大师第三个意思，隐士自心，佛安处。这个意思比较深。要用现在白话的意思来说，庄严宫殿啊，这个严禁宫殿，最重要的是严禁自心，你的心地清净庄严，这是真正庄严佛道场啊，这是真正的护法了。首先要懂得庄严自己的身心，心地清净不染，是心地的严净，身相的庄严，慈祥和睦啊，与六合敬圆满的相应，这身相的庄严啊，饮食衣着不必求华丽，要求庄严朴素，我们的道场自从将这个黄色的海青、红色的袈裟换了之后，现在有许多同修看到我们这个衣着觉得很庄严，看到穿的大的这个红祖衣，穿黄海青呢，好像有点刺眼，像舞台上表演一样，就有这种感觉啊。不少同修来跟我说，慢慢的回头了。这才是真正的这个身相的庄严。然后我们努力修清净心，求得我们体质的庄严，体秀的庄严。从前是凡夫啊，业障深重啊，这身上冒臭气的业障啊，业障消除了，身心清净啊，这身上放香气。这个事实我想大家并不难体会，许多人看过虚云老和尚脸谱，那这流通的很广啊。虚老和尚我们虽然没见过面，可是在脸谱上看到，我曾经听过许多亲近他的法师居士们唱说，老和尚听说是一年洗一次澡，一年剃一次头，所以他的头发很长啊，他一年剃一次头，一年洗一次澡，他衣服呢，这个领子啊很肮脏啊，都不洗嘛，所以这个油垢啊很重，很肮脏。可是闻一闻呢，香气，嘿，很多人都很想闻闻老和尚身上放香气，不像一般人呢，这一天不洗澡，身上的臭汗啊，
那个衣服脱下来很难闻啊。虚云老和尚衣服放香气，所以诸位修行真正有功夫了，那香气怎么来的？心地清净，无分化身香啊。他的心呢，与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相应。我们不敢说它是自性里面的香气，至少无分化身香啊，没问题。我们可以肯定啊，他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与这五个科目相应，通通做到了。所以不洗澡也放香气，也没有臭味道。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，请看下一段经文。这个第六小课，主地神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明，主地神，地是土地。实在说呢，就是民间拜的土地公啊。你看看，这佛多慈悲，应以土地公而度化者，即现土地公身而度化之，无类不现身呐。这个世间人呢，拜土地神的很多啊。土地表深重大愿，复合行德故啊。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是《易经》，《易经》最重要的乾坤两卦，64卦都是从这两卦变现出来的。这两卦是根本啊，地是坤德了，如同大地，所有一切万物依大地而生存。所以有地承担何富啊，表这个意思啊。同时更深一层的表心地。大地是我们这一切众生生存所依靠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大地而生活。可是心地那就更殊胜，不但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是以心地变现出来的，就是诸佛如来所居的一真法界也是心地变现出来的。所以心是能生的，事出世间一真庄严，万事万物是所生。地之德就太大太大，所以民间敬土地，这是应该的。非常可惜，没有人呢能把这个地德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让一切众生拜土地开智慧。
拜土地也能成佛道，那个功德就殊胜，不至于迷信。古时候有说明，代代相传，传久了，于是乎只保存这个形式，而丧失了义理，变成迷信的，这非常可惜。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有责任，也有义务，帮助民间以正知正见祭祀这些天地鬼神。那你要问，为什么要去祭祀呢？我们天天念的上报四重恩啊，天地鬼神对我们有恩德，我们要报答了。所以古礼最重要的就是祭礼，祭礼也称之为吉礼，吉凶之吉，称为吉礼。无论是朝廷民间，没有不重视。请看经文，佛有佛世界微尘俗主地神，如果将主地神落实在我们生活上，我们可以看作现在所说的地方四神。在这个一个地方，一个地区，他有学问，有道德，有善行，受到这个地方广大人民的尊敬爱戴，接受他的教诲，受他的影响，这种人就是这个地区的主地神。那么在古时候称为地方四神，是这一类啊。在佛法里面称为善知识，善知识居住这个地方，自自然然的对这个地方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，改变这边的风俗习惯，破除迷信，启发智慧。那么这个就是地方四神的他们的责任，他们应该要做的。第一句是说出这个团体的种类，主地神这个团体数量也是尽虚空变化界。你看处处在在处处都显示究竟圆满。印证了经上所说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下面这是举上首，上首也举十尊，作为普德净化诸地神，
地神最重要的是行德。我们现在讲经，把这个总题目定作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主地神是特别着重后面这一句，他的言行可以作为社会大众的楷模啊，标准呢，模范啊。这样才能够教化一方，影响一方，移风易俗啊。对这一方的大众有真实的贡献啊，有真实的利益，所以把德摆在前面啊。德，普德啊，普是什么意思？普遍、平等啊，也就是要实现。普遍平等，对一切人，对一切物，都是以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对待，这就是普德。那么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五句十个字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五句实际上就是一句，任何一句必定含摄其他的四句。你比如讲真诚，如果没不具足后面的四句，那就不是真诚了。真诚一定圆满具足下面四句。如果说清净，清净要不含摄其他四句，不是真的清净。说慈悲，慈悲要不含其余的四句，决定不是大慈大悲啊！大慈悲心啊，一定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啊，这才是大慈悲心啊！这才叫普德了，表现在行为上。决定是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，决定是这样子的啊。看破是什么？万事万法体性现象，因缘果报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叫看破啊！看破是明了啊，放下是绝不染著啊。也就是说，于一切法中，决定没有分别之处。表现在生活行为上得大自在啊，随缘度日啊，随缘绝不攀缘啊，攀缘就不自在，
随缘才自在啊。正是像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的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他怎么会不自在呢？随喜当中成就功德，功德是什么？戒定慧三学。随喜当中，或法或理。我们中国人常说，情、理、法都不违背。或情、或理、或法，这是功德。随顺当中啊，样样都是合情合理合法，自自然然与性德相应。这就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。普德就现前了，后面进化就是我们十句最后的一句念佛啊。如果不念佛，你的境界前是人天福报，身呢可以达到菩萨的果位，圆满成佛，那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。如果要是念佛了，决定成佛，决定往生啊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真正心地真诚清净慈悲，生活放下自在随缘，这个人念佛他怎么会不往生？决定往生。往生是一生的，决定做佛了。刚才说了，摆在我们面前十条道路啊，这是成佛之道。我们今天选择是这条道路，走的是这条道路。我们清楚，我们明了，绝不受外界的干扰。谚语常讲啊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，总有魔来干扰。对付魔，只是不理会就行。越是干扰，我们越要勇猛精进，突破干扰就成就了。你有决心，有毅力，不怕难，不怕苦，你就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帮助你啊，没有不能突破的难关啊。问题你自己是不是具足真诚清净平等觉，关键在这个地方。果然是这样的心，没有不能突破的。诸佛护念呐，龙天善神尊敬你，赞叹你，哪有不帮助的道理？第二尊
诸位看看这个德号，肩负庄严主地神，这个前面两位上首都是把福德摆在第一了。有德就有福啊，福要坚固啊。福从哪里来？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讲的很多很多。非常可惜，留意的人呢不多，真的留意了，你决定会修大福报。你知道福是怎么来的？福报是从布施供养当中来的。佛告诉我们，财富，你这一生所得的财富从哪里来的？是你过去生中修财布施那个因呢，这一生当中结的果报。你过去是生中修的多啊，布施的多，你这一生得的财富就多。过去生中修财布施、修财供养，修得很欢喜、很痛快，这一生呢，你那个钱来得很容易，也来得很自在。什么样的因啊，得什么样的果报。过去是修布施供养，是人家劝，不好意思不布施，不好意思不供养，布施供养之后又后悔又难过啊。但是这一生能不能得财富？能得，赚得好辛苦，好不容易啊，钱才得到，就这么回事情。还有一些人钱赚的很多，你看一个经济风暴全没有了，钱手上摸过没？没有啊，只看到银行的数目字啊，原先数目字不小，现在没有了，消除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拿着别人的钱财来布施，不是自己的。修布施供养啊，扛他人之慨啊，自己的名啊，别人的钱啊，所以这一生呢，果报啊也是如此啊，让你自己看看呢，实际上没有，是又是别人的吧。所以要晓得什么样的因借什么样的果报，一丝毫都不差了啊，真的是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。所以佛讲布施供养要用尽财，就是自己啊，是自己应该所得到的这个财物，不是别人的，我们拿来布施供养，这叫尽财啊。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拿别人的财物来布施，果报是空的，今天讲泡沫经济，但是那个果报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昙花一现而已。所以说佛怎么修的要知道啊。那么这是讲财，还有智慧，聪明智慧呀，聪明智慧呀，佛说法布施。你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的果报啊。法布施种类繁多，
布施里面的状况跟财布施也有类似啊。如果这个发布施窃取别人之法，佛门里面所讲的盗法，佛家戒律里面讲得很严格，老师在传法的时候，你没有真正拜师父跟他求学，你不拜他做老师，你也在旁边偷听，把东西学去了，这叫道法。道法的果报，你能得虚名，没有实修。这个我们在社会里看到，也确实有这种人呢。也有很多是博士头衔有好多个啊，没有实修。过去是修的这个因，现在的这种果报。第三种啊，这个福使健康长寿。佛给我们讲，健康长寿啊，是无微不施之果报。无为是令一切众生远离恐怖、忧虑、苦恼。我们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离开忧虑、离开恐怖、离开苦恼，这种行为就叫无为不施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无为布施里面最具体最容易做的就是素食。我们选择素食，不摄一切众生肉啊，这一切众生看到你不害怕。所以一个人心地慈悲啊，不摄众生肉，你在野外看这小动物，给他招手，他会来啊，他会亲近你啊。一个吃肉的人呢，杀气腾腾，那个小动物看到你，赶快就跑掉了。他怎么敢亲近你啊？他也有灵性的，看到你是会不会害他？他也知道。那么我们讲的素食这个放生保护动物连动物都不忍心去伤害，何况对于一个人对人呢，当然更不会有意去伤害了。这些属于无为布施、无为供养。那么你得的果报，健康长寿。如果造作这些罪业跟这个完全相反的那些果报啊，诸位读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就明白了，都在三途苦报啊！所以说的这个福报，我们要懂得怎样去修，尤其要认识哪个地方叫真正的福田。
啊，这佛在经上概略给我们举例，父母是福田呐，师长是福田呐，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你有福啊。如果这个人不孝顺父母，不尊敬师长，连父母生活都不顾，他纵然是有钱有势，不会长久。为什么？福薄，没福。啊，那么他现在所享受的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过去生中所修的这个福多，他还有余福。所以纵然造罪业，还没有影响他现前的生活。啊，可是他这个消耗是非常之大，啊，这个福报消耗尽了，苦报就现前。这些道理我们要明了啊。贫穷是福田，疾病是福田，我们对贫穷人要多照顾，对于有疾病的人要多照顾。疾病有两种，生病，现在大家了知道照顾身体生病的人，心病忽略掉了。心病是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啊。所以佛法这个照顾啊，才真正叫周到，真正是圆满，才能够修成坚固的大福，庄严道场，庄严社会，利益众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。